老兵不死，老兵不死，他的这个对。一个波普的一个对艺术形象，挺好。我们谈的是艺术，不谈的不是政治。对，只到场没立场，只谈艺术。后来呢，就是这个产业不行了，不行以后，现在是那个政府接管了。政府接管了，就政府的招待。这现在哪儿都是政府接管，他们那个我刚青岛那边，最高那什么大楼，原来也是什么，现在也是政府要，政府在这装修呢，全是政府了。对。对，这政府城头装修以后，又是就当政府的一个接待中心了，就是政府的所有的接待都基本都放在这儿了。啊。富华大酒店 A 座。哦，就是现这材料是钢啊，不锈钢。不锈钢。啊。万物方茂月，安知有凋零？君子感其微，微笑几声笑。微笑几失声，他妈笑不出声来了，哭，一般都说哭了失声是吧？笑失声。那个老陈是杰出人才于北美，他张口闭口北美，北美是人类的最后一块处女地，啊，哥伦布发现的，阿美利加，全世界优秀的人都往那儿走。那年黑，我种地的时候，美帝就说你就是杰出人才，30岁就写畅销书了，而且打过仗，认识卡扎菲。我说我热爱伟大的祖国，而且我厌恶你们资本主义制度。主要是我厌恶体力劳动，我不想干活啊，我就喜欢胡思乱想、悬想。我喜欢悬想，我还回我们中国当新华社记者去。哦，这个也是。哦，都市，哦，这个厅都是你的。对。嘿，厉害！哎，你都是做金属雕塑啊？对，金属的好用一些。啊。这个是燕尾笋。啊，这叫燕尾笋，就像那个，燕子，就方，就不是大雁，就那燕子的尾巴似的。对。这是中国传统的一种特殊的工艺。对。啊。就是大于用于桥梁 啊，那个木头家具啊，这修补。你把这用于艺术表现上。艺术表现了。这才是爱国呢。然后虽然移民加拿大了，就是把中国的传统工艺，燕尾笋，他一说我就知道，他就用燕尾笋来表现这个，推广中国。啊，这是海之眼，你看。海之眼，哦，一个蓝色的。这是大海啊，又有点像海豚哈。对。啊，海之眼，我这新华社。摄影记者的眼睛里边就然是赶不上艺术家，但能看出来，黄土大海，大海里的眼睛这个，还是一海豚。我们那时候叫河商，就黄土文明还是大海洋文明。这个呢，这个是耳朵，听，这是耳朵，好多事儿。我们现在很多东西听不到了。听不到真实的声音了。隔墙有耳，因为有墙，是吧？隔墙有耳。现在呢，就特别就是听呢，就是一个大的耳朵来表现。因为我说真话，我耳朵不太好。啊，就是有点失聪。我是正常人听力的一半。但是呢，就是自己特别希望做一个耳朵。耳朵呢，它里边关联着很多东西。耳朵的文化在中国里边有大量的信息。中医学里边有各种那个穴位对应着身体的各个部位。耳朵呢，又是你知识和认知世界的一个重要器官。另外呢，中国人讲那个风水、讲面相的时候，你看看，大耳就是大耳垂肩，刘备是垂有耳垂，对，有福气。对，我原来我谈恋爱我就看女的呀，我第一个女朋友是吕植，北大的生物学教授，我一看没耳垂，啊，所以我就不那么失恋，不那么心疼了。我说福气太薄。我呢是当了一辈子新华社记者，新华社记者叫耳目喉舌呀，
这耳目喉舌，比如你看我照相哈，照相给领导人照相，你不能进去直眉瞪眼的看着，进去不能用眼睛看。您看原来那个张艺谋有个电影叫《摇到外国桥》，里边巩俐演的，然后里边那个李雪健带他们家那小孩进城伺候小姐，说到小姐那儿不要用眼睛看，要用耳朵去看，不要用眼睛，不要用耳朵听，要用眼睛去听。我就觉得新华社记者就要用耳朵去看，要用眼睛去听。所以您这个，我这一看这个，我就是深有感触。这是青铜，铸铜，这是青铜吗？青铜，中国是青铜的世界上的老大。那青铜博物馆在那个，陕西的宝鸡，宝鸡。就我们说中国，中国，中国这两个字第一次出现的那个中华尊就在宝鸡，但宝鸡那是赝品，真品已经说弄到北京来了。这个一个女人体的躯干，这是断层的，表现一个美，这也是铜。也是铜，这是黄铜哈，断铜。断铜的，它断铜。断铜跟青铜有什么区别呢？青铜呢，它是铸造的；断铜呢，基本上就是那种敲出来的。哦，就是阿拉伯那个敲盘子那铜盘，铜器那个铜盘街就是埃及汉哈利利街上的那个铜盘，是敲出来的，软哈软，那个青铜的历史老。青铜历史老，我们在商代的时候就出土了大量青铜器。在青铜器呢，它也比较耐久，但是它那个配比和现在的铜是没法配比的，没法相比的，因为现在呢，比如说我们现在都出来了硅青铜，含硅量的，它那个流动性啊，耐腐蚀啊，都比较好，这就说我们在工艺上的改革，其实有时候艺术品的发展，你会看到随着它工艺的改进，所以说它艺术品会有新的那个不同的呈现，油画燃料以前是用那个各种燃料研磨的，后来产生了管状的那个燃料以后，就胶状的哈，就是那个就拿那个什么什么膏跟鞋油似的，跟鞋油似的，出来那种以后，就很多画家就出来了，写生了，就可以带着出来画画了。对对，那些只能室内，那些室内都各种研磨各种矿物质的东西，对，对，就跟现在过去照相也是。现在这小，哎，这我在哪儿看过？你家有？那个北京上的，对对，是吧？你家里边有一个，所以你说我这记忆力还可以。放矢，有地放矢，另外一动一静，它这个，它这是把手放出去，那箭射出去一岔啊。对。因为这个弓箭是很重要的，原来是游牧文明，只是那个弯弓射大雕啊。哦，你这是一满人哈，满人，清朝的，清朝的，后边是大辫子，大辫子啊，然后都是说，左手如托泰山，右手如抱婴儿，就中国射箭好的古代，一个是李广，飞将军李广，就跟我似的，李广老想封侯，替汉王朝，替汉武帝啊，那他妈，哎呀，就是他妈没封侯，就所以叫李广难封啊，还有一个就是养由基，养由基射箭也准，对，对，一看就是领导，都是，都是标，刚才您在那边来着哈，退休了，退休了，退休了，幸会幸会，没有参观他的这个用餐完了，用餐完了，你看啊，他那个，叫什么？腐蚀我们，先让我们吃饭，然后啊，你看他做的多好，他是这个作者。他是这个作者，你们山东人，你们山东人，现在移民加拿大了，但是他的作品还在这儿，可以给您拍个照片。拍，他是作者，一起合个影，对，一起合影，对，很荣幸，对，我们就过来，唐老师，我就在这，在这，我是他粉丝，就是我认识好多都像，就是你这种。年轻有为的女领导，幸会幸会，给您提供服务，谢谢您，为人民服务，我们都为人民服务。这个是这个叫月光下的希拉姆林河啊，这个中国有三条很著名的河啊，除了长江黄河很著名以外，再就是希拉姆林河啊，希拉姆林河号称在哪儿呢？这河在内蒙，贯穿于内蒙，号称叫姥姥河啊，
就是那个是母亲河、父亲河啊，这是姥姥河，这个是姥姥河、啊，这个特别老，就是蒙古族他那个游牧延续的，在内蒙，内蒙啊，他的文化都沿着这个锡拉姆仁河来啊，这个呢是那个成吉思汗什么那边那个什么狼和苍叫什么苍狼啊，那个什么那叫蒙古市委、啊、是在那边吗？对对对，蒙古市委。这个一讲这个呢，起源又在哪了？它两条河，一个叫那个我去过这河，我去过这河，还有一个叫老哈河。对不起，我插个嘴，原来新华社的机关事务管理局长叫李春兰，李春兰的女儿做房地产，她在那边还一个地儿叫根河，还有一个地儿叫三棵树，还有一个地儿叫一根就一棵树。嗯嗯嗯。他为了宣传那个地儿，中央电视台有个百名名镇比赛。嗯嗯。我是蒙古市委。哦。就是那个您说的这条河那边的形象大使。哦。就是那个啊，所以。这个呢，你看这名字叫鸿雁飞过啊，哎，实际上你没有看到鸿雁，看到这个蒙古姑娘，她在仰望大雁。再一个，会骑马的人都知道，骑长了以后会累的啊。她现在站在马灯上啊，屁股是翘起来的，是在休息休息。对啊啊。再一个，锡拉姆仁河呢，它那河涨水的时候水又很大啊，不涨水的时候都是浅滩。对，所以你看到马，所以那一带那河都是。就是九曲黄河似的，对，然后那个牛羊在里边啊，嗯，这就是，嗯，但这马就跟西域的马似的，蒙古的马没有这么美哈，蒙古马的短粗啊，短粗跟驴似的，哎，我这个朋友也，他现在在那个洛杉矶呢，哦，也移民了，也移民了，对，这潍坊人啊，贝叶经。啊，他收藏了10000多卷贝叶经、啊。他出国拿走了吗？没有，没拿走。没有，这就是装贝叶经的。嗯，叫李伟。啊，贝叶经你看没有？就这个。啊、对对对。啊。哦，那是余秋雨。嗯，刘大为。哦哦哦。啊，这是啊，这是石头哈、啊，石头的啊，汉白玉，汉白玉，读书不觉已春深，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对对对，嗯，阳光灿烂的日子，嗯，有阳光，啊、然后拿本书，啊，累了仰头想一想，对对就啊，像刚才那个是骑马骑累了，这是读书读累了，对，然后拿本书啥书呢？我从战场归来，哈哈哈哈哈，不对，嗨。你们杰出人才都移民了，剩我这个去替你们看家。这是个契丹人啊，因为大辽的这个文化也是博大精深、啊、对，那天在您家您就介绍了，对对，因为我对辽史比较了解啊契丹人射箭呢，嗯，他用的就是当年的牛角弓、斧折弓啊，这个弓比汉人的弓先进啊，他那个弓呢，那个你看这弧形啊，他更好的那个能够那个发挥那个弓的那个张力啊。说牛角弓在契丹当时有两个东西都是领先世界的，啊，遥领先的，一个是契丹的弓箭，第二个是契丹的马鞍子。嗯，那个坐上去可以长途奔袭，嗯，都非常舒适。嗯，哦哦，契丹有这么两个哈。对对对。哎，现在还有您好多人说，就是说 China 就是从契丹来的。不是，他是对对对。到现在这个在俄罗斯什么的，中亚啊，中亚啊啊，他管那个中国大使馆都叫契丹，契丹叫契丹啊啊啊啊啊，哎，就契丹的复合弓，就不是单一的哈，它是复。再一个，契丹的弓囊，你看到弓囊也很好玩，后边哦，弓囊啊，哎，我没事没事，我撞过去，你怎么我撞过去，哎，对了，哦，做工精细，皮囊，嗯。然后他把弓折叠以后像枪套一样，哦，是软的，哎，啊，软的装进去，啊，那边呢鹿皮囊也是装弓箭的，啊，哎，他这个东西都很好玩，啊，就是大量的这个契丹那些马具、马上的那个用品，啊，都非常棒，啊，包括那热水的壶，啊，套壶，啊，在中间有一个热酒的，啊，热饮的，下边一个非常，就刚才您一说起，我们平常老说的母亲河、黄河、长江都是农耕文明的河。
对。但是您这条河就一插入就是游牧文明的河，游牧文明，这才是大中华大胸怀哈。对，不像那个狭隘的那个宋朝，就是说什么金乌珠啊，什么全算敌国，是吧？对对。逮着那都是人家说哈密赤、嗯，说是那个身上搜出一个书信，放在一个药丸里边，嗯，是怎么搜出来的？觉得身上有阳山气。实际上，游牧就是农耕文明本能的对游牧民风觉得兴山就看不起人家，对，哎，而且说人家是间谍，就是把哈密赤当间谍了。今天哈密赤不叫间谍，我一哥们儿就是哈密赤的老乡，法库县的，叫石耀文。原来我在伊拉克约旦跟他在一起，现在这两天升官了，文化部外联局局长，但是马上就退休，就应该是管你这行的啊，文化部外联局局长，嗯。这个作品是我比较敬仰的，嗯、哦，这是个不锈钢的，啊啊，这个叫《女人与马》，啊啊，就是这边看是一个姑娘，然后头发呢、啊、你是看不到马的，啊啊，你觉得她是头发，啊啊，但头发这边就是马鬃，看到你看不到姑娘的时候，你觉得是马鬃，啊，就是头发的马鬃，对，但是它寓意在哪呢？为什么把马和女人放在一起啊？啊，嗯，少数民族有一个说话就是要好汉三样，啊。那个一条好枪啊，一匹好马啊，一个好女人，一好女人，还有那个就是这是坏话了。我说您刚才说的是好，就是那个好像哈尔滨、黑龙江那边，把追女人叫挂马子，对啊，挂马子，女人那因为女人好看好的女人性感的女人就跟那马屁股马腿似的，所以叫挂马子。哎，您的这些东西哈，都是特哎特有琢磨头啊啊，挂马子。然后马呢，代表对一个男人来说，代表你的事业，对对，代表一个江山啊，同时也代表你的繁殖力，代表你的后代，代表你的疆土，代表你疆土。圣经里边就说，你的子孙众多，你将是一个大国啊，大国得子孙众多，不能计划生育。对对对对，这是在那个新约全书里边对对对第三章讲的。对对对。这就是最早的，当时在中央美院那个毕业以后出来的。嗯。那时候就是做啥都比较写实。嗯。就偏向写实功底。啊，你看，包括他的衣服。那个白老师往中央美院毕业，所以我就说一个人必须一个最高学府。他那个对，那时候我把您给忘了。他认识一人青岛的，走后门就想进你们美院。我不中央美院，我不认识人。好多人啊，那青岛的。哎，对对。对。你看现在我把他给忘了，我把他给忘了，而且美术里最牛逼的是雕塑，比雕塑低点是油画，哪有他您那是工艺美术都，对，哎呀嘿，你看这眼睛，是吧？夏日清风，同人生就是一次充满未知的旅行，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，哎。我就喜欢这二女孩的眼睛，人生就是就一次是未知的旅行，你他妈老惦记变成权力变成钱，是吧？老说我是什么什么局级，嘿，这边呢延续一直到惠中区啊，这就潍坊特色了，特产啊啊，这边不是你的了吧？是还是啊？哎呦嘿，政府宾馆全是你的，得是给家乡做点贡献啊啊 啊, 啊，然后你这样，你这随便去看溜一圈，我就把车开过来。行行，很大是吧？你不给我讲究，你不给我讲究，你不给我讲究，我就自己瞎看了。这种东西都得认真的看。你看那个，我跟那个老陈呢、啊，这是20年来我们第二次见面，第二次见面。嗯，不锈钢，创意无限，无限可能。他知道我身体不好，这太长了，这一长廊，他去开车去，但是他还不讲，我就瞎看了。我看这是仨美女吧，我这人比较好色，仨美女，嗯，海风，雁过海风起，悠悠，悠悠发飞扬。哎，他的文学功底还可以，你看看，嗯，这是头发。去开车去了，这里都是他的，你说说，他得挣多少钱？这人才怎么能让他移民到北美去呢？一定要把这人才留住啊！
现在就是资本跟人才必须留住，读者祝同一本新衣书，半日好时光。哎，他的每一个，你看这女孩多好，这腿是吧，这小腿跟小春那腿似的。这是核，就是核啊，一个核头，什么就种子叫核，层层叠叠，藏之无尽之意。哎呦，这哥们儿就是每一件雕塑都能够，我都能拍半天。哎，但是人本生态，嗯，你看他那个，他不仅做雕塑，他还种大姜，就是生姜啊，生姜。一会儿我去看看他生姜去。嗯，那个四姐原来老说是。男人不可一日无姜，就是这男人每天得吃生姜。嗯，然后现在生姜作假的多了，种生姜比种那个铁棍山又还费地呢。铁棍山又种一次地得歇十年，种生姜也是也得歇十年。影子铸铜，舞弄清影，恰似人间。哎呀真是好，艺术家真好。呵，这是巨乳啊，这是。这飞旋，左在左边，右在右边，你看，是吧？左在左边，右在右边。这我就有点看不懂，左在左边，右在右边，这是不可更改的规律，就像生命中注定的安排。嗯，豪乳鸡头肉，有胸怀。嗯，刚才你说你怎么摸人家这雕塑啊？雕塑就得是摸的。我去那个卢浮宫啊，那雕塑是 KK 带我去的，他就摸。我说这个雕塑，说油画不让摸。雕塑就得摸它，是吧？你不摸它，你哪知道那感觉啊？嗯，高尔夫。太远了，全都是。他说他开车去了，我就哪天再来看，是吧？太多了，这里边维和厅，他人出国了，把这些雕塑全献给他们政府了。要是我就舍不得。一是把这都搬北美去，二我干脆就不走了。嗯，你看都打着他的名字，陈肖丁，2019年2月2号。啊，人走了，这些艺术品都留下了。嗯，我这辈子也得留下点什么，等我死了之后，是吧？我怎么也得写本书留下。左的在左边，右的在右边。左在左边，右在右边，这是不可更改的规律。左在左边，右在右边，这是不可更改的规律。